星座，水瓶偏双鱼。嚯，恋爱没少谈吧？不少，啊，我不多。你说我最近相亲吧，人都还不错，但不敢深入接触。我来相亲呢，其实就是为了应付家里人。我也是应付我妈。你之前你不让我早恋，现在又要催我结婚，你这不双标吗？那你也没少谈呢，左一个右一个的。这命相说，咱俩有一世是夫妻呀、啊。你不说你给我算前任的吗？前任怎么算呀、啊？我算的是咱俩。哎呀，高手！像我们这个年龄谈恋爱，买单，必然会牵扯到婚姻的问题。买单。我相亲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结婚，在爱情上，我还是相信命中注定的。梦云，你知道平行时空吧？说不定在哪颗星星上，咱俩早就认识了呢。逆向读者，有单身信念的人，更加容易遇到灵魂伴侣。这样的人对待感情反而更加纯粹。有可能我自己独处太久了。你不是习惯了独处，而是恐惧对你现在生活的改变。现在呢？有突破吗？